你看，掉了八斤肉，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？掉太少了，再少就成骨子架了。听总，校长，是不是要复员啊？ 你说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老领导，你现在让我守什么啊？来得及，现在改组委还来得及。算了，不改了。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，回老家有什么不好？回家照样能干革命。算你小子走运。 碰上救星了，你的结婚报告批了，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，真的？校长，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？你自己看。嘿，你不要高兴太早，一下一步提审的事也泡汤了。泡汤就泡汤吧。 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，让我从头当兵，我都乐意。你现在都唱起搞调来了，我不是唱搞调，我是说的心里话。兄弟，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。找了这么个老婆，将来你的进步问题，肯定是要受影响的。影响就影响吧，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？ 江团长，你真是个好。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知道进了点精品店，我这身那点买的点。好久没吃这个凉面了，现在这粮店根本没有卖了。江团长，哎，您这太没事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江团长，我给你拍一拍。哎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拍什么？安心，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！全程片。您在这儿拍，到外边拍去。哎，好。 说你像农民似的，还背半袋面，像什么样啊？你不管吧，我就是农民。背面的感觉可真好，又亲切又熟悉。再一想，倒是给你吃的，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。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。不好。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？ 用实际行动欢迎乔宇，不行啊！不行，轻点儿。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，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。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，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。你看，这还不好啊？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。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。拿酒。 哦，江团长，你要喝什么酒啊？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来？白兰地。哦，白兰地，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。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？你今天又想喝醉啊？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从哪儿跌倒了，从哪儿爬起来。我就不信，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。来，笑什么？哎，你们大家都喝点吧，啊，陪我喝点，好吗？ 江团长，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？比得金奖还厉害，你喝点，喝了我告诉你。好。安杰。 今年元旦，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？啊？什么？可以了？上头批准了吗？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？哎，江团长，哎，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？我小姑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？啊啊！你要往火坑里跳啊？
我小姑要跳，我妈不让她跳。不，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什么时候说的？你说了，你说了，你就是说了。哎，那我要敬你一杯了。我知道，是为了她好。来，来。哎呀，这姜团长，我先喝了，我喝了。哎，姜团长，你是不是也该敬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？啊，应该，应该，确实应该。好啊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好家伙！再来一杯。这酒量还挺大。批准了，批准了，批准了，肯定批准了。那个，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，嗯，好，祝贺一下。哎，大姐，你也来喝一杯吧。孙妈，一起喝一杯。来来来，谢谢。来来来，给孙妈倒上。好，够了。来，我们一起祝贺一下。来来，干杯。恭喜，好。请进。啊，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。嗯，不错。嗯，不错。不错，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？他连火坑都敢跳，还不能住在这儿了？当个上门女婿多好，县城的福不享，非得跑出来费这劲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也是面子问题。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，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。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，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？是啊，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，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？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，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？行了，别跟我唱高调了。你能跟人结婚，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？当然不能了。我把他娶出来，哎，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，你懂吗？照这么说，你要倒插门，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，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？哎呀，你也是的，费这事儿干嘛？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？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？真是的。行，你愿意做你就做，不嫌麻烦你就做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哪像要结婚的？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？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，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。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，真的要跟他结婚了。我这心里乱糟糟的，烦得要命。你是心有不甘吧？是吧？大概是吧。大概是，就是。哎，你说你，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，现在不让你跳了，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？也不是打退堂鼓，就是有点不甘心。你不甘心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我不甘心什么呢？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、太浪漫了。我总想着有一天，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。哎，他穿着白色的西装，系着红色的领带，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：“Miss An, I love you。”那还不容易吗？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？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：“Miss An, I love you。”不就得了吗？他才不言听计从呢！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。他都不愿意，还说什么"男人膝下有黄金"。
气死我！你还别说，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。他就这一点可爱啊？他可爱的地方多了。刚才还不甘心呢，他这会儿就护上了。本来就是不甘心嘛。我结的什么婚呢？教堂也不能进，婚纱也不能穿，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。说说就行了，别没完没了的了。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，她还不得急死？她急什么呀？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，甭提有多满意了，简直就是得意。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，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：“小妹呀，你想吃点什么呀？”小妹，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？你走，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，可以住单间了。那倒是，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。我也一样，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。你想得美，你可清静不了了。哼，哎，送你个结婚礼物，新婚之夜用得着。哎，你看你这人，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？多不吉利啊！你是真不明白呀，还是装糊涂？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。我装什么糊涂？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？哎呀，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这些都是你的嫁妆，啊？怎么啦？嫌少啊？嫌少？嫌多？太多了！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影响不好啊，减半吧。啊？不，得要减掉一大半，减到三分之二吧。来，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。这些都是必需品。都是。好家伙，这也是必需品呢，是必需品。这个也是，也是的。不行不行，这不行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，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。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？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？啊，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，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，难道你不愿意过？别拿毛主席吓唬我，我不怕。哎，你胆子还挺大的你，连毛主席你都不怕？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都没有，没意思。哎呀，算了，这婚别结了，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哪种婚？哎呀，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。要过你过，我不过。
好好好好好，发什么脾气？哎，干嘛？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？带吧，带吧。哎，不过也不能全带啊。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，也是为了你好。怎么是为了我好啊？免得让别人说你倒贴啊。倒贴多难听啊！难道你愿意倒贴呀？啊？我是倒贴吗？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，别人不知道啊。咱们能管住别人的嘴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那都不带了，这些都不带了。嗯，那就更好了，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。哎，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，真是自作多情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给我买了身西装？是啊。哎呀，奶奶的，这还是我吗？不许说粗话，绅士哪能说粗话呀？我是绅士吗？像绅士吗？像，像绅士。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。Mr. Jiang, I love you. 你笑什么笑？你听懂了吗？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。哎，这个这么晚了，不会有人再来了吧？咱们睡觉吧。睡觉吧，啊！你洗漱了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洗漱了吗？洗了，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，浑身上下洗得干净。那也得洗洗再睡啊，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？有时候洗，有时候就不洗了。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？那有时候累了，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，哪还顾得上洗漱啊？我希望你能改一改，每天洗，养成习惯，这是卫生习惯，是文明的习惯。啊，行，这可以，只要你说的对，我们就服从，我们就办。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。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，是你自己瞎编的吧？这毛主席说的话，我会敢瞎编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，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。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。哎，光刷牙洗脸不行，还得洗脚，最好还要洗。洗什么？洗屁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点声，大点声。洗屁股。啊？还有洗腚呢？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？是屁股，不是腚。那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说屁股文明，说腚粗鲁。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，那不是更文明吗？哼。
你知道的还真不少，还知道臀部是屁股。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，我只知道臀部是腚。好，你说了算，你说什么都行。哎，你让我洗什么，我就洗什么。我现在就洗，马上洗啊！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。这又是谁的规定啊？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？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，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，你可别用混了。哟，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，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。你接着。这大的是洗脚的，小的是洗腚的。哎，你不看了，不检查监督了？哎，那我请教一下，我是先洗脚呢，还是先洗腚呢？随便，随你便。奶奶的，费这个事儿。你在里头干什么呢？都多长时间了？马上完。真香啊！你抹什么了？这么香，啊？来，上来吧，啊！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？你又有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一听你有事我就紧张。哎呀，姑奶奶，你倒是说话呀，有什么事儿啊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，就是啊，是什么？我来那个了。来哪个了？来例假。来什么假？来倒霉。干嘛总是问呢？哦，嗨，那也别站着了，上来。那你别碰我，行不行？你都这样了，我怎么碰你啊？我不碰你，你上来。你先把脸转过去。为什么？好，好，好，把脸转过去。好了吗？穿上了，这是睡衣。哎，这毛病可
真够多的。上来吧。哎，请你，请你也把睡衣穿上。行了，转过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别紧张，啊，放松点。离你远点，啊，远点，这样行不行？哎，你说你那个什么假，这么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今天来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提前了一个礼拜呢。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？别老陪我聊会儿天儿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想说什么说什么呗，随便。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？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说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？还不让人问啊？行了，关灯，睡觉。假休完以后，你可不能不让我碰了。讨厌！建安，建安，建安，
么有劲儿。你可以不用上头。谁说的？新婚之夜。扯淡，这是新婚之晨。哎，啊，见过吗？当然见着了，一大摊的。伙计 ，Goodbye。再见。他奶奶，挑我包。干什么呢？我没干什么呀。没干什么，你慌什么？我哪慌了？你没慌吗？没慌啊，我慌什么呀？那你藏什么呀？嗯？没藏什么。没藏什么吗？藏什么了？那让我看看。做贼心虚了吧？看吧看吧，你愿意看你就看。哟，哎，饿死我了！回来了。哎呀，饿得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，叫老给你听听。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？嘿，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！你猜他说我什么？是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？那你怎么回答的？我这胡扯，吃的我都胃下垂了。你还真行，懂得可不少啊，还知道个胃下垂。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，这天天吓唬我。这也不能吃啊。那个不能吃，小心得病，得这个病，得那个病，就本来就是嘛，你那些毛病不改，就会添新的毛病。行了，别吓我了，我改，我改还不行吗？早上吃什么？你自己不会看？怎么又是这个呀？怎么了？这不好啊？不是不好，能不能换个花样？啊，换个花样。哎，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，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，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，要换花样。我不是嫌它不好，我是嫌它太好了，好的我都吃不惯，吃不饱。怎么吃不饱啊？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，你怎么就吃不饱？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，我是中国人，我长的中国胃，这东西到我胃里头，它存不住，一泡尿就没了，能不饿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？恶心死了！毛病真多，恶心这个，恶心那个，好像你们不拉屎撒尿似的。上气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。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。我还错哪儿了？你说呢？我是真不知道了，我这不是问你的吗？你回来，你洗手了吗？可不是嘛！你看，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，真是。别忘了。
要打陪葬。知道了，正打着呢。到了，哎，就是大了小了点，不怎么认真。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你用什么擦的手啊？毛巾呢？那什么呀？又错了，我又犯错了，你说。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？没洗呀、啊！哎，我重洗，我重洗啊！你干什么呢？洗澡呢？啊啊！你玩玩，我打肥皂了。我不玩，你爱打不打？你不检查了，不检查我吃饭了，吃吧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可吃的？啊，这就不恶心了。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。老点有什么用啊？老点儿也不顶饱。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？哎，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。你也不给做呀、啊？我早上有时间吗？又得打扫卫生，又得做早饭。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，咱们家现在干净的，我都不敢住了。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。那这样吧，我回娘家住去了。你看，你又威胁我是吧？吓唬我？我服你了，啊！我怕了还不行吗？谁让你怕呀？不就是馒头稀饭吗？我做给你吃就是了。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。感谢啊！到晚上找我感谢啊！不要脸。拿什么擦、啊？哎呦，累死我了！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。你的穷毛病才多呢，烦人。哎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这个星期天我请次课行吗？请谁啊？请同学啊。哎呀，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，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。有老丁吗？当然有了。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，不请谁也得请他呀。行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，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，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。二一，二三。安姐，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？是屁股。不是顶，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？嘿，这就更文明了。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。哦，当然了，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。哎，但今天晚上请客呢，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？你配合我，咱们假装的。夫唱妻和一下，行不行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是为你好。我那些战友啊、同学啊，今天晚上来吃饭的，那都是来看你笑话。看我笑话啊？我有什么笑话可看？哎呀，他们以为啊，
你平时肯定是啊，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，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，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，尤其是那个老丁，在外头都传开了。哎呦，说我江那个人，哎呀，在家里头什么都干，哎呀，特别窝囊，特别受气。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不教你好不说，还到处胡说八道的。哎，就是就是，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，用行动，用夫唱妻和的行动，行不行？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？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，还要来喝酒，还要来看热闹，他想得美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人呢，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？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？你不说实话试试。所以啊。所以什么呀？哎呦，行不行啊？我考虑考虑。慢慢的平静，静静的忘记我们的爱情，却从不曾凋零。街角的晚风，风景。